好玩吗？好玩。你们没有跳舞，你们？有啊。我已经流汗了呢。你不知道我很老了，五年呢。有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以后给你们讲夜店看的，就挑原住民就对了啦。很配酒。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还要吗？要。没有了啦。我们就这样而已啦。热死！老板冷气。没有的话拿冰块。加电风扇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卖唱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各位孩子，这只是一时的，好不好？快乐只是一时的。好，DJ 还有歌吗？我们再一首吧。不要那么 over， 差一点点回来。不然我妈应该吓一跳吧？刚刚不是唱民谣吗？怎么下面可能要换店面了？好，大家这首《我们的月》。